王爷今日进宫面圣，却能在我危难时刻及时赶到，想必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心心相印。谭丽，你说王爷是不是早就爱上我了，只是一直故意捉模作样？哦，是吗？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能看到的自然都看到了。别乱动。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难道这么心急吗？不会是要现在？不太好吧？想什么呢你？啊？没了，此时不是应该有个吻吗？怎么了？今天吓到你了？早些休息吧。你我既然已是夫妻，不如以后就一起睡吧。啊。我问你，回府后可曾圆房？不过此事还是耽误不得，耽误不得。既然邀约本王同寝，应该就是同一圆房之意吧。李谦这个时候装什么君子？难道是等老娘来主动吗？不管了，既然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此刻了。凡事还得靠自己。
那就来吧。